诸神弟兄们，今天是决死拼杀，也是最后一战，决定正义和邪恶谁将胜利的一战。敌众我寡，对方又有法力无边的魔剑，领袖奎刚。如果你们问我是不是害怕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是的，我非常害怕。可害怕又有什么用呢？面对这些要将我们赶尽杀绝的恶魔，我们没有退路，没有人让我们苟延残喘，没有人给我们活命的机会。 家没了，兄弟姐妹没了，一切都没有了。弟兄们，今天我们站在这里，是为了生死而战，是为了生命而战。战胜了，我们就能够活下去；战败了，我们也将会堂堂正正的死去。暴君的屠刀吓不倒我们，为了上天赐予我们所应该得到的，为了我们的家，为了我们爱的人，拼死一战，绝不退缩！拼死一战，绝不退缩！拼死一战。 绝不退缩！命令众军准备应战。是。